是修仙界的绝世大佬，却隐藏修为，成为真传弟子垫底的存在。即便宗门大比他也一心只想平躺，更是一件未灰就进入决赛，还和他的小迷妹谈起了恋爱。原来就在刚刚，星云剑宗近年来招募的弟子全部齐聚于此，此次大比正式开始，和往年不同，战斗中符篆、丹药、灵宝或者是阵法等外道，皆可使用。各封堂主以及长老皆会关注弟子战斗，防止有人因此受伤。随着温剑一声令下，接下来就先由内门弟子进行比试。很快，无数玉牌就浮现在上空之中。 大家手中的玉牌便是对阵的编号，只要手中玉牌亮起，便是要上比舞台进行战斗。很快，第一轮战斗打响，上场的分别是进隐堂弟子和蓝月堂弟子。台下的两位堂主纷纷讨论起这届内门弟子的实力。谷雨则在一旁默默注视着比赛。很快，大比便从清晨打到了黄昏。我们的华青云也在这时姗姗来迟，而最终也到了内门大比的最后一站，那就是月灵堂杨太对战风灵堂新微然。看着下方挺进决赛的师弟华青云是一脸欣慰，大战一触即发。这月灵堂的杨太乃是灵功近五重的修为，盖过了微然师弟一头。 虽然境界大一级压死人，但微然的剑法精妙，堪比真传弟子。显然他已经领悟出了一缕剑意。华青云只是简单教导了他几招剑法，他便能有所领悟，进展到如今的地步。天赋绝对不输于其他天骄。如果表现得好，很有可能被封天亮堂主收为真传弟子。两人的战斗也进行到了最后时刻，杨太决定接下来一招定胜负。微然师弟表示正有此意，只见杨太竟祭出了聚魂燃气符，此符篆可短时间内燃烧自身的灵力和灵石，激发出最强的爆发力。而微然师弟则服下了暴气丹，虽然只是三品丹药。 但就功效来说，也算是聚魂燃气符的完美平替了。果然，二人都留有后手了。两人在灵符和丹药的加持下，都使出了自己的最强一剑，两股剑气产生的爆炸，差点连观战的弟子都给震飞出去。当烟雾缓缓散去，微然师弟还是输在了境界上了。若是两人境界相当，杨太必败无疑。但如果不是华青云的指点，他穷尽一生，怕是都无法对剑道有这般理解。最终，内门弟子大比到此结束。温剑也对他二人十分满意，一个根基扎实，一个天赋过人。他两人都有成为真传弟子的资格。接下来便是月星仙子的疗伤时刻了。 只是轻轻一指，两人的伤势和灵力瞬间就恢复了。按照规矩，内门弟子的头名可优先挑战一名想要挑战的真传弟子。若能击败对方，便可替其成为新的真传弟子。而杨太要挑战的对象自然是号称真传吊车尾的流云堂华青云了。毕竟华青云身为真传弟子，但实力却是天骄榜倒数第一，灵功近六重的修为，堪称青云剑宗史上实力最不济的真传弟子了。大家也都十分期待这场内门第一对战真传末尾的好戏。只有我们微然深知华青云的可怕之处，杨师兄，你多保重。 不知接下来的战斗，华青云要怎样应对呢？华青云的对战正式开始，杨太本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于是便开始阴阳起华青云。华青云对此也很是无奈，要怪只能怪自己树大招风吧。其实杨太对他的摸鱼行为十分失望，身为内门弟子的他一心向道，为了成为真传弟子，每日废寝忘食的修行，从不敢有一刻懈怠。华青云也似乎已经猜到他要说什么了，可你身为真传弟子，却奉行朝九晚五的生活，从来不好好修行，即便是在修炼之余，也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用来偷懒。你这些懒散行为根本不配待在青云剑宗。 并扬言自己会打败华青云，成为新的真传弟子。华青云没想到自己的朝九晚五生活，竟会让大家如此痛恨愤怒的杨太提剑便对着华青云袭来。华青云见状，于是催动事先准备好的符篆进行防御。果然，大老出品必属精品，在杨太的猛烈进攻下，阵法依旧完好无损，这可令观战的堂主十分气愤。我青云剑宗弟子讲究以剑入道，华青云却只会龟缩在灵符后面，如此行径，岂是剑修所为？这时，师尊站出来帮华青云说话：要是人人都像你那般鲁莽，我青云剑宗早就已经灭亡了。 我徒弟那是大智若愚，温剑对此也表示，只要能赢得胜利，这又有何不可呢？只能证明华青云有手段。杨太现在是十分恼火，面对一个内门弟子，却只敢躲藏在符阵之中。这般行为和乌龟又有何异？谁知下一秒，华青云竟解开了符阵。既然你这么想和我正面交锋，那今日便给你个机会。一旁的师弟见状，也在心中默默为杨太祈祷：杨师兄，你一路走好。杨太闻言，当即换了一副嘴脸，为先前的言语道歉。华青云则阴沉的脸表示这点小事，他是不会介意的。只见杨太摆好架势。 身后无数飞剑蓄势待发，而华青云这边则是不慌不忙的掏出另一枚灵符，凭借着一张灵符释放的灵力，就令在场众人不寒而栗。轻轻松松便挡下了杨太的攻击。随后，华青云催动火焰开始了反击，杨太见状竟不惜燃烧精血，只见吸收精血的宝剑顿时威力大增。可最终还是不敌华青云的攻击，一声爆炸声过后，杨太被轰得全身金光，早就和你说了，就是不听我的。本来还想挑战华青云的弟子，被吓得瑟瑟发抖，是不是稍微有点太过了？希望不要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 被隐藏大佬随意指点了一下的月剑心有多恐怖，常见未曾出风就碾压了对手。就在华青云取得胜利后，接下来就到了微然师弟选择对战对手。微然一脸高兴，连忙夸赞华青云刚才那一战。华青云也为他加油，尽力即可。走上比舞台的微然选择挑战的对象是真传弟子倒数第三的灵师弟。就在华青云看比赛时，忽然被师尊叫了过去。当华青云来到观战台，便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这时师尊开口问华青云先前所使用的那张灵符是何来历，华青云连忙掏出灵符递了过去。 并说是他在某处秘境之中得到了某位前辈的传承，才领悟到了这张百炎龙符。符篆本身所能释放出的威能和弟子的灵力息息相关，
事实上，他的灵符是以自己的部分灵力和紫魔做了一笔交易换来的。这种灵符一经释放，威能可堪称紫府境四重的攻击。他只需再战斗之中使用这些灵符，便能够兵不血刃地赢得对局，成功踏入前20的名次。既不会被宗门怀疑实力，也能够完成师尊的约定。可董堂主却十分不悦，身为青云剑宗弟子，所使之道却皆为符道阵法，未免有些胜之不武。可华青云并不认同这一说法，既然此次宗门大笔不限制使用任何外物，那他的这些手段便在规则允许之中。 难道董堂主是在质疑宗主所定下的规则吗？这是宗主发话，既然这灵符是华青云从秘境之中获得的传承，那就是他的手段。嘱咐一番过后，便让华青云告辞离开了。此时巍然师弟的比赛已经结束，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即便如此，巍然师弟的实力离成为真传弟子恐怕也不远了。接下来便是真传弟子的对战。本想打个瞌睡的华青云，却听到接下来是月剑心的对战，瞬间就来了精神。看着下方都是月剑心的小迷弟，不得不说月剑心的人气真是高啊。而月剑心对战的是天骄榜排名第六的真传弟子。 幻月堂曲燕就在此时，两位宗门天骄同时登场，华青云也发现月剑心的剑意更加凝实，修为也有所提升。而这也是两人距离上次交手已有一年之久了。上次他二人共对了133招，曲燕一剑之差败北，他苦心修行未得，就是今日能战胜月剑心。面对曲燕的绝招，月剑心丝毫不慌，只见他摆好架势，随后缓缓拔出长剑，只见无数剑影将曲燕的分身斩灭。众人还以为比试还没结束，月师妹就走了。此刻的曲燕自知已经和月剑心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最终选择了认输。 遵循朝九晚五人生准则的华青云到底多招人恨？就连自己的同门师兄都为他感到羞耻。刚一拔剑的月剑心便令天骄榜的曲燕直接认输，上方的两名弟子讨论月剑心刚才的那一战，仅凭一道剑光便瞬息斩碎了所有残像。除此之外，还在曲燕师妹的剑身之上连点了数十下，使其灵力逆流导致脱手。正因如此，才导致曲燕手中的灵剑跌落。赵天禄也发现了这一幕，就是具体点了多少下他也没看清，只有华青云看得清楚。除去斩散了漫天残影的一剑，后又连续不断的23剑破坏了曲燕剑中的灵气。 不愧是首席真传大弟子，只靠着一道剑痕便能领悟出剑之大道的雏形，这可把几位堂主和长老激动得不成样子。年纪轻轻便领悟了剑之大道的雏形，这般天赋将来不可限量啊！所谓剑之大道雏形，指的是3000大道之中的剑之大道，能够领悟大道将其融会贯通，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又过了许久，太阳都快落山了。华青云也快到点下班了，谁知接下来的对战正是华青云，而他的对手乃是同为流云堂二弟子关山月。华青云人直接麻了，万万没想到，这第一场战斗就是要面对自家师兄。 而且还是天骄榜排名第13啊！无奈的他也只有硬着头皮上台应战。华青云上台的第一时间便是布置符阵，自二师兄加入流云堂那天起，他便下定决心要重振流云堂，让其成为青云剑宗内第一堂。所以他平日里对师弟们要求严苛，但身为流云堂真传弟子的华青云，不但不努力，还偷懒拖后腿。虽然华青云很佩服他师兄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态，但奈何朝九晚五可是他的人生信条，要知道人和一生除了修炼，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追求和体验。关师兄闻言一脸恼火，今天他势必要将华青云踢出真传弟子的队伍。 只见他爆发出全身的灵气，一个跳跃来到上空，对着下方劈去。顿时间，一股强大的剑气轰在了华青云的符阵之上，剑气散发的寒气很快便将华青云冻成了冰雕。就在大家以为华青云被一波带走了，谁知他竟破开了冰封，台下的弟子纷纷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要知道，这一剑之微足以堪比紫府境五重。此刻的关师兄也没想到自己的全力一剑，竟只是斩碎了华青云的符阵，没能伤到他一分一毫。但现在符阵已经消散，他瞬间觉得自己又行了，于是询问起华青云是要和他正面对决，还是直接投降。 华青云表示，虽然自己很想投降，但为了小说中师妹的命运，这一局他非赢不可。看到华青云再次使用符阵，关师兄随即就嘲讽了起来。毕竟他能破一次，就能破第二次。这些灵符制作不易，还是劝你省着吧。可华青云告诉他，刚刚的那道符阵只不过是基础版罢了，现在的才是完全版。看着如此强大的符阵，关师兄人直接麻了。而接下来便是华青云的反击时刻。谁能想到整日摸鱼躺平的华青云，竟还是传说中的氪金大佬？师妹也更是对其更加崇拜。 面对完全版的防御符阵，关师兄是一脸生无可恋，这就是传说中的氪金大佬吗？即便如此，关师兄也选择迎难而上。可自己的全力一击打在防御符阵上，却被其轻松抵消。先前仅仅是数十张符阵组成的符阵，关师兄费尽全力才能打碎。现在密密麻麻就像铜墙铁壁，得多强的攻击才能震碎？上方的堂主也十分惊讶，汪平林恭敬的灵力竟同时使用这么多的灵符。另一名堂主猜测华青云应该是吃了什么补充灵力的丹药，师尊没想到华青云的心机居然如此老谋深算，从一开始以基础符阵护体。 刻意不露出完整版，以此来引诱关山月使出全力一击，在其消耗大量灵力之后再祭出完整版的符阵，从而不用在担心会被击破。难道说这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中？想到这里，谷雨一脸欣慰。为了完成两人的约定，华青云竟如此罕见的拼尽全力。但这两人都是他的弟子，无论哪一个落败都不是他想看到。如今的关师兄纵使耗尽灵力，也无法打破华青云的符阵。虽有万般不甘，但也只能选择认输。而本次比试也以华青云龟壳般的防御获胜。离开之时，关师兄提醒他，这符阵的强度对紫府境三重以上的修士来说。 只需集中一点进行攻击就可破开。同样的手段在其他弟子那里不会生效第二次，所以光靠这些符阵很难走远。
但愿你还有别的底牌，能让流云堂走进更加靠前的排名。华青云十分感动，虽说关师兄平日苛责了些，但本意绝对是好的。不过排名对他来说却是麻烦，这一世他只想活得平平淡淡。下方的弟子对华青云刚才的表现议论纷纷，一剑未出竟能取胜，真是岂有此理！华青云早就猜到大家会是这样的反应，可那又怎样？淡定，淡定一点。刚才观战的月剑星十分不解。 华师兄怎么用起灵符来了？这时，一道声音突然打断正在思考的他。原来是镜影堂真传弟子罗霞。师妹是不是也觉得刚才的战斗太不光彩？月剑星闻言一脸气愤，他绝不允许有人诋毁华师兄，而且宗主早已立下规则，不限任何方式，只要能赢就行。华师兄可是凭本事取胜，有何不光彩之说？气得罗霞连忙反驳：“我青云剑宗弟子战斗竟连一招剑法都不用，未免也太过分了吧！”月剑星却不这么认为，谁说我青云剑宗就必须以剑入道？据我所知，二长老踏入登仙境便是借助的风之大道。 华师兄不出剑的原因，那是因为没有人能逼得他出剑。不得不说，月剑星真的是华青云的小迷妹啊。身为首席大弟子的他，对于那些懒散的弟子，往往都不会睁眼相看。可唯独华青云这个宗门头号摸鱼弟子，他却百般维护。谁知就在此时，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两人的争论，就连正在树下睡觉的华青云都被惊醒。原来是流云堂真传弟子赵瑞竟对同门痛下杀手。果然，每个宗门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反派。万千迷妹眼中的绝世美男，竟也不是宗门反派卧底的对手。即便用出自己的绝招，还是伤不了对方分毫。 当得知赵瑞当众残害同门，华青云显然已经生气了。虽然宗门大比不限任何战斗条件，但也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那就是绝不能刻意伤害同门。此刻的执法长老一脸气愤，赵瑞见状连忙解释，他的剑法一旦爆发便无法收手，这才导致失手斩杀了这名弟子。吴语面露阴沉，难道赵瑞先前外出探寻秘境获得了大能传承，这才令他一跃从紫府进二重提升到了五重？温剑看出赵瑞刚刚那一剑，乃是上古之时的一门名为暴灵诀的秘术，将周身灵力压缩至一点，然后释放而出。 此术法释放而来的攻击威力巨大，但缺点是很难通过自身来控制力量，所以温剑并没深究，而是先让弟子们将度距的尸首妥善安置一下，随后向下方弟子说道：“度距实力不足，强行迎战被赵瑞无心斩杀，还请诸位弟子小心。”剑乃杀伐之道，若是实力不足，尽快投降便好。月剑星和罗霞也没想到，最终悲剧还是发生了。之前的宗门大比也有人因为灵力耗尽强行透支，不顾自身性命拼死相斗，但大部分都被围观的堂主和长老及时出手救下。可惜今天还是发生了意外。 此刻的赵瑞身上隐约散发着一丝魔气，华青云一脸疑惑，刚刚竟从他身上感知到了魔气，难道是错觉吗？很快五十五名真传弟子便筛掉了一大半，接下来便是第二轮比赛的抽签，只要华青云赢了这场比试，便跨入了前十二名之中。如此一来，就完成了和师尊的约定，他只需要在第三轮比试中自然而然的落败，这样大家就不会对他有所怀疑。第二轮的比试由天骄榜第五流云堂首席弟子云修成对战刚才的反派卧底赵瑞，云修成上来就是对着赵瑞一顿嘲讽，表示除了天骄榜前十。 其余的人他都没有放先行在眼里。你作为一个新人，我允许你先出手。赵瑞对此则是笑而不语，只见身后凝聚出数柄长剑，便冲着云修成攻去。一声爆炸声过后，只见云修成的防御屏障竟被击碎，但面对数柄长剑的攻击，依旧还能轻松应对。先前云修成出言挑动，其实就是为了引诱赵瑞率先出手，然后再有所准备的情况下，以星云剑诀绽放出漫天灵力，并炸散于空中，将刚才那一剑的大半威能都挡了下来。只见云修成不再留手，将灵气汇聚于剑，打算用他的绝招星云剑诀一招解决战斗。 如此威力的攻击之下，想必胜负已定。谁知下一秒，恐怖的灵压便席卷了整个擂台。当烟雾散去，刚才的灵力竟被赵瑞凝聚成一柄巨剑。云修成没想到，在他的绝招之下，赵瑞竟然还能做出反击。面对袭来的巨剑，云修成已剑气化连出手抵挡，谁知竟被轻松斩碎。难道这家伙一直在隐藏实力？谁能想到，一直被宗门弟子视为废柴的华青云，竟能轻松碾压天骄榜第四蓝星堂首席弟子？就在刚刚，赵瑞开始了绝地反击，一招便将云修成的防御莲花击碎。 如此恐怖的剑气已经不是云修成能抵挡的，虽心有不甘，但也只能选择投降。但还是被剑气余波重伤倒地。赵瑞则是轻捏一笑，承让了云师兄。现场瞬间鸦雀无声，谁都没想到这赵瑞的实力竟有这么强。刚刚那一剑的威能已经堪比紫府近八重了。吴语十分担忧，赵瑞的杀性太重，那一剑速度极快，纵使他们前去救援，恐怕都来不及。但刚才赵瑞及时停手，也打消了几位堂主先前的疑虑。但只有华青云清楚，刚才赵瑞那一剑是真的想取走云修成的性命。虽然他在最后收敛了杀意，停下了灵剑。 很显然，他没有贸然出手，似乎是另有目的。华青云猜测可能是跟他身上的魔气有关，看来他就是魔宗安排在宗门的卧底。但想到他区区一个紫府近五重的修士，在登仙境的堂主面前不过也只是蝼蚁罢了。就算天塌下来，也轮不到他来操心。很快，华青云的对战开始了，而他的对手乃是天骄榜第四蓝星堂首席弟子童战。此人在上一届的宗门大比一路过关斩将，但还是败给了月剑星。很多弟子认为童战的实力丝毫不亚于赵天禄和江都，而童战上来就是对着华青云一顿嘲讽，并让其主动投降，省得一会儿被他打成重伤。 可华青云完全没有将他放在眼里，见华青云丝毫没有要投降的意思，童战也不再废话，打算一剑将这个龟壳防御破掉。谁知就在长剑即将要刺到符阵时，符阵竟腾空飞起，这番牛批的操作也是亮瞎了众人的双眼。只因符阵要连接天地之力，
所以必须驻留原地才能固若金汤。可华青云的符球竟能做出如此敏捷且灵活的移动，月剑心有些沮丧。他没想到师兄藏得这么深，除了见到以外，还对符阵有如此钻研。看来人家不管怎么努力，都追不上华师兄了。童战见状，于是使出自己的绝招，打算将符球捆绑。但华青云早已洞察一切，只见他拿出一张符篆扔出，剑气与符篆的碰撞当即产生一股巨大的爆炸。谁知童战竟趁着爆炸产生的烟雾扔出暗器偷袭。 可华青云也早就在刚才的符篆中藏了暗器，更是一脸嚣张的表示这招流云剑诀之中的天女散花可是正宗的剑法，气得师尊牙齿痒痒。我的流云剑诀中什么时候有这种剑法？华青云对童战刚才小人行为一脸嫌弃，趁着烟雾丢出这么多绿不拉几的暗器，这种偷袭行为未免也太难看了些吧。得知华青云还会使用暗器，月剑心更加崇拜了。华师兄真的是太帅了呀！董堂主不是说我青云剑宗的弟子应该以身化剑以剑入道吗？怎么连童战也用起这种身外物了？这可真是当众打脸了。 董堂主表示这些身外物只不过是起到辅助效果，真正能拼出胜负还是得依靠剑法。此刻的童战才发现华青云一直跟他隔空喊话，是想用声音来试探出他的位置。于是他以比之道还施比身，本以为成功击中了符球，拿下了华青云，谁能想到下一秒童战竟被铁链捆绑。就你这实力，还想跟我斗？真是自不量力！平日里温柔可爱的小师妹，竟也有如此暴躁的一面。只因有人说了师兄的坏话，才让小师妹如此生气。本以为胜券在握的童战，没想到竟被华青云困住。 而这符阵即便是紫府近五重的修士也能困其三十息的时间，华青云让他快点投降，不然便斩了他的慧根。吓得童战瑟瑟发抖，连忙认输。最终此次比试由华青云获胜，上方观战的赵天禄表示，虽然有运气的成分，但能以零攻进八重击败紫府近五重，这等战绩足以傲视宗门了。而他身旁的江都却不这么认为，看似运气，其实童战斗开始，童战便被套路了。战斗还没开始，华青云就布局让童战陷入了轻敌的心态，随后在遮挡整个擂台的林木中更是精心布局，先用言语挑衅自己对手。 让其无法察觉自己把符篆藏在了暗器中，并在和童战互掷暗器时，悄悄把束缚阵法布置到他的身边，随后故意将自己的位置暴露给童战，让其以为他仍在符阵之中，引诱童战再度发起攻击。而华青云则趁着烟雾遁向童战身后，在江都的一顿分析过后，赵天禄对华青云也大有改观，表示华青云将是他俩的一大威胁。而江都竟发现华青云的修为应该远不止表面上那么简单，旁边吃瓜的长老一脸坏笑，一若圣强，将符道和阵道融为一体，真是妙啊！而下一场比试正是我们的小师妹月剑心。 对阵紫府境四重蓝月堂首席蓝星月，蓝星月自知实力不如月剑心，但身为剑修的他，也有着一颗不断向上的心。月剑心则是一脸淡然，让其全力出手，战至最后即可。可蓝月却表示他的意思是为了赢得胜利，他将会不择手段的进行战斗，将月剑心击败。无语看他的样子，应该是事先吞了破神碎虚丹，此丹药可以提升近五成的灵力，但会因此影响根基。温剑则看出了蓝星月的意图，他是想要以剑之道踏入紫府境五重。 而想要踏入紫府境五重，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对于自身所修炼的大道有一个轮廓的概念，必须领悟剑一触碰到剑之大道雏形，才能有机会踏入紫府境五重。华青云没想到蓝星月为了入道，竟然如此破釜沉舟。不知道月师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只是面对月剑心随意挥出的一剑，蓝星月显然就有些招架不住了。于是他连忙扔出准备好的符篆进行抵挡，虽然能抵挡一阵，但终究不是办法。此刻的月剑心不断出剑挥砍，朝着蓝星月步步逼近。 即便是服用丹药之后的他，面对月剑心还是不敌，而月剑心并没有选择直接结束战斗，而是以剑化形，指点起蓝星月的剑道。蓝星月也在月剑心的帮助下成功突破紫府境五重，可即便是迈入紫府境五重，依旧挡不下月剑心的一剑之威。就这样，我们的小师妹轻松取得了胜利。蓝星月对月师妹的指点也是感激涕零，不愧是头号真传大弟子，这等气量和实力果然不是人家能比拟的。本以为就此结束了，谁知刚才观战的弟子竟有人敢诋毁华青云，只见下一秒，月剑心一指剑气便朝着那名弟子袭去。 更是露出从未有过的凶狠表情。华师兄也是，你能随意诋毁议论的，快点给华师兄道歉。宗门的第一天，蛟竟被人误会喜欢上了垫底的废柴，而这今天大瓜更是被同门一顿乱传，果然不管在哪都不缺吃瓜群众了。看着下方正在为自己找回场子的小师妹，华青云是一脸尴尬，她可不想自己是隐藏大佬的事情被别人发现了。那名嘲讽华青云的弟子此刻怕得要死，连忙解释只是评价一下华青云的战斗方式而已。月剑心闻言一脸气愤，什么评价？分明就是在诋毁我青云剑宗虽修剑道。 但修剑之前，理应修心。华师兄虽在战斗中并未出剑，但其足智多谋，对规则道具的理解运用都远超尔等之上。自己实力不济，早早落败，却极度不甘于他人占卜。如此心态有何资格评价他人？此话一出，在场弟子瞬间鸦雀无声。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确实有些小肚鸡肠了，羞愧难当的他连忙向华青云道歉，先前说了一些蔑视师兄的言论，实乃无心之举，还请师兄不要介意。面对下方弟子的注视，华青云尴尬极了，表示刚才的事情他并没放在心上。师妹啊师妹，你搞什么飞机啊？ 月剑心更是扬言，若以后再有人敢妄议华青云，他定会亲自出手教训。有空去妄议他人，不如好好修行。随后来到华青云的身旁，华师兄，人家待在这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华青云麻了，师妹你又来，你这让下方的弟子该怎么想我们了？两人也是相互传音沟通，怎么样？华师兄，人家表现不错吧？这样一来，以后就没有人敢在背后说你坏话了。华青云一脸无语。
他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引人注目啊！随后，月剑心便是对着华青云一顿夸赞，华青云总感觉怪怪的，于是连忙后退。果然，小师妹是另有所求，想再让华青云趁此机会为他解惑。华青云麻了，我可不是你师傅啊！不料小师妹竟出言威胁，无奈的华青云也只好再次指点一下小师妹了。而刚才月剑心为了华青云斥责其他真传弟子的事情，也令罗霞猜想他二人可能是道侣关系。头号大弟子恋上垫底真传，为了怕被人说闲话，只能通过这种方式私会。 不料竟被身后的屈妹子听到，两人于是纷纷讨论起他们的关系。仔细一看他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竟然在偷偷传音。没想到今天居然吃到了惊天大瓜，罗霞连忙叮嘱屈妹子不要乱传，万一被月师姐知道了就惨了。屈妹子连忙表示自己嘴巴最严了，她是绝对不会乱传的，谁知刚回去就将这个事情告诉了她的小姐妹们，记住这件事绝对不能和别人说。与此同时，小师妹在华青云的帮助下，居然原地修炼起来。果然内卷之王这个称号不是白来的。第二轮的比试也已经全部结束了，今日的比试到此为止。 明日再开始第三轮比试，华青云也正好到点下班了。大殿内一名长老正在向温剑禀报今日调查宗门卧底的情况，所有弟子中共有五人行踪奇怪，其中最为可疑的便是流云堂的三名弟子，分别是江都、赵瑞以及整日里摸鱼的华青云。师尊闻言十分生气，叛徒就在我流云堂之中，而青云剑宗高层今夜聚集于此，就是为了找出隐藏的叛徒。当初谷雨被人袭击，就已经证实在宗门内部也有奸细弟子，这也是为何突然召开大比的目的。宗主让谷雨先冷静一些。 只是怀疑他流云堂中存在叛徒的可能性大，毕竟他当日派谷雨前去护送血魄珠，这件事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而且在谷雨离去时也做了足够隐蔽的工作，可即便如此还是暴露给了魔宗。二长老怀疑他三人也不是空穴来风，只因三人都是在一年之间实力大增。首先是流云堂首席江都，明明两年前还只有紫府境二重，可在一年前的宗门大比之中，他却突然崛起，成为了天骄榜第三。而他的说法是遇到了机缘，得到了高人指点。其次则是赵瑞，他为人孤僻，修为一般。 一年前在天骄榜只排第33，可这次宗门大比修为劲风长至了紫府境五重。除此之外，他所参悟到的剑法极度诡异，甚至还有杀人之举。而他的说法也是误入了一处秘境得到的机缘。最后便是废柴华青云，看似嫌疑最轻，但实则身上秘密最多。每次外出任务的时间绝不会超过两天，平日里摸鱼摆烂的他，竟还会如此精妙地服道和震道手段。而且青云剑宗和魔宗之间的联系，每次都有他的身影出没，消灭魔宗弟子取回血魄珠。 随后和月剑心一同外出执行任务，从魔宗长老墨轩手中解救紫灵宗两名真传弟子，再到后来前往云星城遇到了先前逃离的邪云老祖，以至于让二长老怀疑华青云是三人中嫌疑最大的。谁知宗主和师尊竟异口同声表示华青云绝不可能是叛徒。二长老一脸蒙圈，宗主和古堂主怎么突然这么默契了呢？这时另一名长老猜测华青云可能被魔宗夺舍，与其说夺舍，师尊更愿意相信华青云只是隐藏大能，封印了自己的修为。宗主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打算暗中调整一下抽签，不管是江都、华青云还是赵瑞。 都给他们安排一场战斗，上演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看看魔宗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另一边，玄音找到正要休息的华青云，表示明天也要陪他一起战斗。看着玄音期待的小眼神，华青云却有些尴尬。虽然他知道玄音最近很无聊，但宗门大比是不能允许你上场的，而且明天他上场就会主动认输投降。等大比结束后，就带你出去玩。谁知就在此时，玄音突然察觉到一丝灵力波动，于是拉着华青云就向外面飞去。很快，两人来到一处空旷地带，华青云一脸蒙圈：“你带我来流云峰的后山干嘛？” 只见玄音指了指下方的一处树叶堆，提示华青云下面埋藏了东西。当树叶被开后，下方竟出现了一根阵旗。这阵旗品级极高，似乎是用来屏蔽灵石，形成一片封闭空间的。虽然它能将禁制破坏掉，但这样做无疑会打草惊蛇。就算它不插手，出了事也有宗主顶着。可是华青云从这阵旗的布置上来看，宗门大阵如今似乎已经被类似的阵旗完全覆盖。万一宗门遭遇生死危机，那他的朝九晚五生活可怎么继续下去呢？平日里对师兄师姐们毕恭毕敬的月剑心，当听到有人对华青云出言不逊。 即便是他的师兄也不惜出手得罪，华青云没想到自己都没察觉的阵旗居然被玄音发现了。原来是玄音晚上外出吸收天地精华时，遇到有人在这里埋阵旗，于是询问玄音可还记得那人什么模样吗？随后玄音心念一动，赵瑞的模样便显现出来。华青云猜的果然没错，还真的是这个赵瑞。可惜在不被对方发现的前提下，将阵旗拔出的难度实在太高。虽然无法找到所有阵旗的位置，但若是赵瑞敢激发阵法，华青云所布置的剑旗就能顺藤摸瓜，瞬间将阵法破坏，这样一来就能轻松击溃他的阴谋。 这时，玄音连忙上前邀功，打算明日和华青云一起上台战斗，并不是华青云不想让他去，而是宗门规则之中，他是无法上场的。这可把玄音气坏了。于是，玄音一把揪出华青云长袖中的灵符，既然灵符能用，那人家也能上场。华青云顿时眼前一亮，也十分认同玄音所说，灵符阵法什么的都可以，那我用自己培养的灵兽掠阵应该也不成问题。本以为自己终于能上场了，可惜下一秒便遭到雷霆打击。只因华青云明天打算认输，第二天清晨入围的弟子纷纷到场，可当裁判长老查看参赛弟子时， 却发现华青云还没上场。一名堂主得知后十分恼火，华青云这臭小子竟敢将如此重要的比试当作儿戏，师尊也是一脸尴尬。没办法，谁让他这个徒弟有个习性，不管什么时候他都要睡到40才醒，现在肯定是在洞府之中没能赶来。
众堂主闻言人直接麻了，实在不行，不如判他弃权好了。但想到昨日宗主的计划，若判华青云弃权，他们的计划可不白布置了吗？于是温见让谷雨尽快派人将华青云从洞府中喊来参赛，没想到宗主竟然让在场数万名弟子以及诸多堂主长老，为了一个摸鱼弟子的习性，特意延迟比试，这也引起了弟子们的强烈不满。这是身为宗门第一天教的月剑心站了出来，表示修行之道各有执念与自身之道，有人修行之时会默念经文，又或者以科书姿势感悟天地，而华师兄也有着属于他的道。 我等自然应当理解和包容，若台上11名弟子都同意等待华师兄，他希望大家也能够多等一会儿。而在场的11位天骄感觉多等一会儿也无妨，纷纷答应了月师妹的请求。月剑心对此也是十分感谢，只有一人反对，一个区区零宫境八重的废柴，靠着运气来到这里的人，凭什么要让大家等他？而此人乃是天骄榜排名第12的汪导。月剑心没有第一时间发火，只是希望他能给华师兄一个机会。不知道好歹的汪导一脸嫌弃，他一个废物来了也是被淘汰的命，根本没必要等他。 谁知话音未落，便被月剑心一掌震退数米之远。王师兄，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现在还愿意等等？华师兄吗？废柴师兄同高冷师妹不得不说的故事竟出现在了宗门大比，这也让华青云收获了一波小迷妹。果然师尊的小说作品就是那么受欢迎，被月剑心威胁的汪导吓得连忙后退，随后一脸尴尬的表示，其实人家等一等也没有什么关系。既然如此，那就请诸位稍作等待吧。一个时辰后，华青云这才姗姗来迟，此时的他一脸朦胧。当他来到比武台后，发现宗门弟子一脸敌视的注视着他。 华青云见状，连忙道歉，耽误大家比赛，真是不好意思啊。平日里朝九晚五逛啊，这次的比试时间提前了，忘记订闹钟才会迟到。没想到宗主竟没有取消人家的参赛资格，甚至还让所有人等了一个时辰，真是尴尬呀。这时华青云发现下方的女弟子都一脸花痴的盯着他看，这又是什么情况啊？难道是因为人家太帅了，这才引来女弟子们的关注？殊不知大家正在讨论他和月剑心两人的道侣关系，更是没想到高冷的剑痴月师姐竟然会找到侣，而且还是个垫底的废柴。传言他两人为了担心被各位堂主拆开。 只敢进行地下恋，而这不就是和那本高冷师姐同我不得不说的故事剧情一样吗？还有人听说是月剑心包养了华青云，而这也和霸道师姐爱上我的剧情相同。果然，不管在哪里，这种类型的小说都深受女孩子的喜爱。接下来便是抽签环节，而华青云也察觉到抽签令牌上被宗主做了手脚。不幸的他居然抽到了第一场对战，而他的对手正是刚才不满他迟到的汪导。谁知刚一上场的华青云便发起了投降，却被温剑当场回绝，表示接下来的对战不能投降，要站出他青云剑宗的风采，不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言败。 华青云闻言人直接麻了，这规定不就是为他特意定制的吗？既然如此，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只见华青云再次施展同样的符阵，又是那熟悉的配方。汪导见状，赶忙使出星云剑诀，打断正在施法的华青云。不愧是进入12强的弟子，竟然看穿了他这个符阵的破绽。不仅如此，更是趁着空档时间闪现到身后进行攻击。华青云见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百炎龙符应对，而汪导这边则是拿出水符来进行防御，随后便手持长剑冲着华青云袭来。本以为剑气成功斩到了华青云。 没想到刚才的竟是烟尘化作的替身，将烟尘挥散后，华青云此刻就这么呆呆地愣在原地，看着朝自己再度刺来的汪导，他这次不但没有进行还击与防御，还露出开心的表情。这下终于能下场休息了。谁知腰间的玄阴令牌突然嗡嗡作响，下一秒竟将汪导的攻击弹开。华青云也是一脸蒙圈，这到底是怎么了呀？此时此刻的汪导更是全身动弹不得，难道是华青云还有什么秘密武器吗？来了来了，呆萌可爱的小萝莉终于如愿以偿上场了。别看他一脸人畜无害的小模样，但却是个调皮爱玩的熊孩子。 轻而易举的便将华青云的对手干翻在地。就在刚刚，华青云放弃抵抗，打算趁机战败。谁知汪导竟然被一股神秘气息困在了原地，动弹不得。华青云第一时间发现竟是玄阴搞的鬼，可他想不明白玄阴这小不点是什么时候跟过来的呢？这时华青云才发现身上竟然带着千年槐树的木牌，而木牌上更是刻有玄阴的名字。据说玄阴这种神兽属于阴灵之物，可寄存于古墓之中蕴养魂体。这枚木牌就是玄阴趁华青云睡着之际偷放的。汪导也被这阴风搞得苦不堪言，当阴风袭来，却又瞬息消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此刻的汪导一脸怒意，质问华青云又在耍什么花招。华青云急忙否认，表示这一切和他无关。要知道，玄阴面对月清武三人的时候，都能轻松将他们制服，其神兽之威恐怕足以碾压紫府近五重以下的修士了。看着汪导被按在地上暴揍，无奈的华青云也只好命令玄阴停手。可玄阴似乎还没玩够，就这样两分半后，汪导被玄阴狠狠地干翻在地。此刻的汪导一脸生无可恋，最终无奈地选择了投降。华青云也在这时将捣蛋的玄阴抓住，刚想教育一下这个小不点，谁知玄阴竟先委屈了起来。 此刻的华青云脑袋就像炸开了一样，他怎么会把这么个熊孩子带回家了呢？汪导也在此时发现华青云竟然带了个灵兽上场，这明显就是二打一。下方弟子也是议论纷纷，这个华青云怎么这么多套路啊？而先前早就看华青云不爽的那名长老，严重怀疑华青云就是魔宗奸细，只因华青云从始至终一剑都没出过，而且宗门之中也从未教过符道和御兽之法，师尊则一直站在华青云这边，从未怀疑过他。而温剑特意安排汪导和华青云对战，就是为了让汪导破除华青云所使用的符阵。 借此机会看看华青云是不是魔宗的影子。可没想到这小子竟以灵兽赢得了战斗。温剑还发现华青云的灵兽竟然是传闻中的神兽玄阴，这种稀有的神兽，如果是魔宗弟子，也未免太下血本了。
其他两位长老也认同温剑所说，而且按照比试规则，若灵兽是自己驯服的，自然也是战力的一种，所以算不得犯规。此战，华青云不费吹灰之力取得了胜利，气急败坏的汪导还不忘放下狠话，可话音未落，便被玄音一个眼神吓得撒腿就跑。而华青云也是极为不解，宗主到底在搞什么鬼啊？这都不算他犯规。与此同时，就在青云剑宗如火如荼的进行宗门大比之时，数十位紫府境八重的魔宗修士。 正聚集在距离青云剑宗不远的清虚城废墟中，而领头之人乃是登仙境四重的血海真君，他是宗门最强的套路王，一见未灰就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决赛。本想在接下来的决战中卖点破绽，故意落败，殊不知来人正是一年前华青云的小迷弟江都。就在刚刚，血海真君出场，如今他们安插在青云剑宗的接应者，已将遮天蔽灵大阵布置完毕，只等待大阵开启，便能轻易将其覆灭。为了能攻下青云宗，血海真君还特意找来两位帮手，分别是魔云宗宗主向霸和玄阴宗宗主力无涯，三大魔门宗主倾巢而出。 看来青云剑宗危险了呀！与此同时，在经过一系列的角逐，最后六强终于诞生了，分别是静隐堂首席岳剑星、灵星堂首席赵天禄、流云堂真传弟子赵瑞、风灵堂首席王澜以及同为流云堂的江都和华青云。众人没想到华青云一剑未灰，竟一路闯进了决赛，简直离了个大谱。而此次宗门大比的最终试炼，将会在乾坤山和途中决出最后的胜者。此图据说是青云剑宗成立之时，祖师爷留下的宝物。这灵宝内不仅有天地山河，更存在着无数天才地宝，是青云剑宗独有的一处秘境。 为了能让比试变得更加有趣，在这乾坤山河图中，温剑将会展开一层领域，把战斗范围限制在名为桃花源的区域内。每隔一个时辰领域范围便会收缩，若是在收缩之前赶不到桃花源，也将会被判失败。华青云麻了，若他不战而逃，定会更加惹人怀疑。所以他也只能继续演下去了。当六人进入乾坤山河图后，温剑便将他们的动向传到了上空，而这途中更是美轮美奂，就像传说中的仙境一般。温剑之所以将决赛定在图中，就是为了更好的观察间隙动向。而且乾坤山河图和温剑心血相连。 一念之间就能操控山河图内的任何事物，任内奸细再怎么神通广大，也逃不过他的五指山。接下来只需静静等那奸细露出马脚即可。而藏在宗门内的另外两名奸细正在商量对策，但赵瑞早就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提前布置好了后手。与此同时，华青云也被图中桃花源的美景震惊到了。这么好看的桃花林，要是放在前世，一定会成为网红打卡点的。先前在山河图展开的一瞬间，华青云就看到了桃花源的大概位置。现在只要他前往桃花源的中心，提前在那里等其他人就好。到时候他随便卖个破绽，故意落败。 就能顺利完成任务。谁知一道金色剑气突然朝着华青云袭来，好在他躲闪及时躲过了攻击，华青云麻了，这是谁在打扰人家欣赏桃源美景？而来人正是他的江都师兄桃花随风飘过。这气氛绝了，两人也相互寒暄起来。为何江都想要与华青云一战呢？只因一年前他同华青云一起外出执行任务，亲眼目睹过华青云挥出的惊世一剑，从而使他剑术更上一层，实力大增。从那天起，江都才知道自己和真正的妖孽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想要再度感悟一下华青云的剑法。师兄啊，师兄！ 人家只想走个过场而已，你这样让我很难搞啊！传说中的隐藏大佬今日终于要暴露了吗？就在大家以为能见识到华青云的真正实力，不料竟被魔宗强者潜入围攻青云剑宗，打破了僵局。江都本打算再与华青云好好切磋一番，从而感悟剑法，提升实力。但山河图中的画面会时时传送到外界，华青云一旦在掌门面前暴露实力，怕是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他可不想给自己徒增烦恼。既然师兄坚持要战，那我只好使出这招，看师兄该如何应对了。江都一脸激动，师弟终于要认真了吗？不料华青云一惊。 江都师兄，你看那是什么？当江都回头看去，却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等他再次回头，发现华青云这小子竟然溜之大吉了，看着从眼皮底下消失的师弟，不仅是江都，就连场外的弟子都无语到了极点。虽说华青云境界差了些，但临战而逃，未免也太丢人了吧？从江师兄说的话来看，难道华青云隐藏了实力？其实他是比江师兄还厉害的存在。与此同时，江都这边正在拼命追赶华青云，可好不容易逃出的他岂会轻易停下？忍无可忍的江都直接一剑朝着华青云斩去。可当剑气即将命中华青云时， 他一个瞬移便轻松躲开了袭来的攻击，师弟，住脚吧！你能躲过我这一击，足以说明你的境界之高，所以何必要逃呢？谁料华青云竟倒打一耙，师兄怎能凭空污蔑于我呢？我境界低微，之所以能躲过，纯纯是因为人家运气好。看着华青云这拙劣的演技，众弟子都为他感到尴尬。我青云剑宗竟会有华青云这般无耻的弟子，江都如此穷追不舍，也令长老一度怀疑华青云定然有什么秘密。如此行为反常的两人，他们之中必有魔宗奸细。长老们提议让温剑催动乾坤山河图，逼他们一战。 通过战斗判断他们谁是奸细，谁知就在温剑即将催动山河图时，不远处的流云峰方向突然发生爆炸，众长老以及弟子齐刷刷看去，只见山峰魔气环绕，那两名魔宗奸细手持玉佩，只要开启了阵法，不久后魔宗之人便会赶来攻打青云剑宗。随后两人将手中玉佩捏碎，顿时天崩地裂，一股强大的魔气直插云霄，紧接着周围早就布满的阵法也全部被激活，形成一股巨大的魔阵。就连在山河图中参赛的几人都察觉到了异样，华青云连忙指了指江都身后：“你以为我这次还会上当吗？” 华青云猜测应该是魔宗的阵气启动了，宗门想必出事了。此刻弟子看着上空的魔阵慌乱不已，众长老合力对着魔阵一顿输出，不料竟被法阵反震击退，灵力和尸体攻击都无效果。这种强度，
至少是护宗大阵级别，有长老看出此阵乃是遮天蔽灵大阵，能封锁一方天地之间的灵力与感知，是极强的困阵，必须从外部进行破坏，或是将阵旗找出来摧毁才能瓦解。温剑赶忙下令，所有弟子速速赶往九峰之间找到阵旗将其摧毁。谁知这时血海真君带领魔宗高手前来覆灭青云剑宗，看来此番青云剑宗威仪，他是妩媚霸道的血海真君，仅仅一指便将登仙境六重的温剑打成重伤。 更是夺走至宝山河图并派高手进入图中斩杀青云所有天骄，殊不知山河图中还有一名隐藏大佬，那就是正在被江都追着打的华青云。就在刚刚以血海真君为首的魔门高手攻打青云剑宗，宗主温剑连忙摆好架势准备迎战。登仙境六重的威压爆发而出，就凭你们这群人也想攻占我青云剑宗，未免也太过高看自己了吧？就在温剑的全力一击即将打到魔门之人时，血海真君只是随口说了一个破字，便轻松挡下了袭来的攻击。温宗主还是一如既往的霸道，可惜你们今日全部都要命丧于此。 随后一指便将登仙境六重的温剑轰出重伤，口吐鲜血。此刻的温剑顿感不妙，他隐约感觉到刚才的乃是神魔之力，神魔之力是魔界至阴至邪之力，魔族曾凭借神魔之力入侵苍元界，在当年的战乱平息之后，神魔之力也随之销声灭迹。血海真君见温剑受伤不轻，当即下令夺下山河图，镇魔大战就此打响。在大阵的加持下，青云剑宗众长老以及弟子皆不是对手，宗门至宝山河图就这么被轻松夺下，山河图更是在神魔之力的侵蚀下，切断了与温剑之间的联系。血海真君更是放下狠话。 在这天避灵大阵的炼化下，他们两个时辰内就会被炼化成血魄猪，就乖乖等着成为我等接引魔主大人的养料吧。下方弟子纷纷露出恐惧之色，不会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吧？谁能救救我们啊？与此同时，血海真君派出两名紫府境九重魔门弟子进入山河图里，斩杀青云剑宗所有天骄。而此刻秘境中的华青云正在应付着江都师兄，江师兄别打了，你就不好奇为什么刚才此界震动了吗？被华青云坑骗过一次的江都自然不会再相信他的鬼话。见江都如此冥顽不灵、无奈的华青云打算出手将其制服。 可刚要出手的他就隐约察觉有师弟前来，看来自己不用出手了呀。眼看自己的攻击被人挡下，江都一脸懵逼，到底是谁非要过来凑热闹打搅自己的好事？而打断江都之人正是风铃堂首席紫府境三重王澜。王澜之所以出手，叫停是因为他修行的风之大道，可以察觉一切细微气息变化。就在刚才震动过后，他察觉到有两道紫府境九重的陌生灵力闯入了桃花源，他怀疑宗门被魔门袭击并闯入了这里，这也验证了刚才华青云的猜想。可江都对此还是深信不疑，这时王澜拿出传送玉符，玉符上宗主的气息已经消失。 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应该已被切断，你们若是不信，大可亲自验证。江都闻言一脸黑线，你小子是想骗我们推赛吧？华青云见状，则是不慌不忙地拿出了自己的玉符，在两人的争吵中将其捏碎，兄弟你来真的呀？果不其然，华青云并没有被传送出去，两人也意识到宗门真的是出事了，还没等三人反应过来，一道陌生的气息朝着他们飞速袭来，随后出现在了三人的面前，而来人正是其中一名紫府境九重的魔门高手沈渊，他是宗门最强一哥，就连宗主都要看他脸色。今日魔宗三大高手齐聚青云剑宗。 封门两大天骄联手对敌，而他却在一旁选择划水摸鱼，好在先前布置好了破局之法。这才使宗门逃过覆灭的命运。就在刚刚，山河图中潜入了两名魔宗之人，面对紫府境九重的魔宗高手，华青云完全没将其放在眼里。沈渊也感受到面前这名看似柔弱的弟子，实际上应该是三人之中实力最强的。仅用灵符便卸去了他的攻击之力，还真有两下子。他本以为血海真君派他进来对付几个小鬼是大材小用，所以刚刚只用了三分力，就是怕对手死得太早没意思。江都与王澜两人脸色凝重。 只用了三分力就令他们招架不住，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何能闯进山河图？青云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沈渊告诉他们，青云剑宗即将覆灭，不出两个时辰，整个青云剑宗都将被我魔宗炼制为血魄猪，彻底消失于世间。两人闻言，当即震惊了两秒半。华青云没想到自己只不过是参加了个宗门大比的功夫家都被偷了，真是丢人丢大发了呀！此时的沈渊已经摆好架势，面对紫府境九重的魔宗高手，两人也不敢有一丝懈怠，决定联手对敌。只见两人分别使出自己的绝招剑诀，冲着沈渊斩去。而华青云则是在一旁使用灵符划水。 另一边的沈渊将灵气汇聚于右拳，这就是青云剑宗的天骄弟子吗？也不过如此。下一秒，砰的一声，沈渊的攻击竟然土崩瓦解，紧接着便被熊熊烈焰包围，但灵符的攻击始终是差了些，对沈渊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而沈渊也将先前的三分实力提升到了五分，只见一招从天而降的拳法便对着江都轰去。好在王澜及时出手将沈渊击退，这才令江都逃过致命一击。而一旁观战的华青云见两人与沈渊打得有来有往，于是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灵符开始了表演。 原来华青云早就提前布下后手，动用传音灵符开始与秘境外的温剑联系。温剑得知秘境中几人暂无危险，也松了口气。青云、山河图与我的联络明明已被魔宗切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些对华青云来说就是小儿科，随便用点手段就完美避开了魔宗监视和温剑传音。在当得知魔宗布下的遮天蔽灵大阵已经启动，宗主以及长老都受了伤，华青云连忙将先前他发现赵瑞布置在九峰的阵旗，被他事先布置了一道剑气告诉了温剑。只要他启动剑气大阵，就会瞬间受损，到时就可以借机发出求援了。 甚至杀出重围也未尝不可。只要没了大阵的束缚，我等皆可和那群魔修决一死战。而温剑也在山河图中留了一个帮手，若情况紧急，他们只需去桃花源最深处即可。接下来反击之战正式开始。华青云一声令下，
遮天蔽灵大阵瞬间支离破碎，魔宗之人见状满脸匪夷所思，到底发生了何事？大阵怎么被破了？说好的青云剑宗没人了呢？为何会有一道阵旗被毁掉了呢？如今魔阵已破，青云剑宗所有人随我反击与魔修决一死战，并使用剑气传音将消息传出。魔宗入侵青云剑宗，联盟道友素来相助，他本是青云剑宗的隐藏大佬，可今日竟被一名魔宗小弟当成了菜鸡，但很快就被华青云当场打脸，随手掏出来的符篆便将他困在其中。 不当大佬却做起了老六，这就是华青云为何能一直隐藏身份不暴露的诀窍。就在刚刚，江都率先出手，一剑朝着沈渊斩去，谁料沈渊竟丝毫没有要闪躲的意思，抬手便将袭来的剑气捏碎。这就是你的全力一击吗？真的是太弱了。与此同时，王兰闪现到了沈渊身后，将自身灵气分散数到扔向沈渊，并控制灵气将其牢牢困住，将师兄，趁现在一招解决他。此刻的江都将全身灵气汇聚于剑上，这招流云剑诀是他本打算留给花师弟的，今日只好先拿你来试试威力了。这就是青云剑宗天骄弟子的实力吗？ 也不过如此啊！只见沈渊一声大喝，瞬间就挣脱了束缚，就连刚才江都的攻击都被他轻松化解。两人一脸难以置信，各自的最强攻击就这么被他轻松拿捏了，还没等他俩缓过神来，便被沈渊当场擒拔。这场狩猎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没想到你们两个这么废物。既然这样，那就死在这里好了。可就在沈渊沉浸在战斗中无法自拔时，华青云的出现打断了他。你是不是忘记这里还有一个人了？沈渊满脸震惊，他是什么时候靠近的？为何我一点也没察觉到？难道因为刚刚我的注意力都被这两人吸引走了？ 可即便如此，他也没将华青云放在眼里，扬言等解决了两人就该轮到华青云了。师弟，快走，别管我们了。华青云一脸平静，表示自己还有点事情想问问。这次进入山河图的魔修应该有两个吧？请问另外一个人的实力比你如何呢？正如华青云的猜想，山河图中确实只有他们两个。两人同为紫府境九重实力，但另一个同沈渊相比尚有差距。可即便如此，对付你们也是绰绰有余了。想来他早已将其他弟子杀光了吧？在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后，华青云便要开始出手了。沈渊狂笑：就你也想对我动手？ 只要我稍稍动动手指，就能将你碾死。谁知华青云竟拿出一张符篆朝他丢去，表示自己马上就要下班。如果那个人没你强的话，他只要在下班前解决沈渊，就能结束这场闹剧。下一秒，一股强大的阵法便将沈渊困在其中。沈渊麻了，这阵法是什么时候布置的？他居然一直没发现。当然是在你和他们打架的时候布置的了。但在沈渊眼里，华青云这区区灵功境的阵法，他一拳便能砸破。而且他的两个同门还在自己手中。华青云表示问题不大，只是一个响指，先前布置在江都和王兰两人身上的符篆就发动了。 唰的一声，两人就这么从沈渊的眼皮子底下传送到了华青云身后。你个小笨蛋，白白愣！被羞辱的沈渊拼命的用拳头捶打阵法，可不管他如何用力，却始终无法打破。就这样，在沈渊的不断攻击下，一炷香后，他终于破开了阵法。可恶！竟然逼我使出了全力！等我找到你后，必将你挫骨扬灰。而山河图外同样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大战，两方人马死伤无数。魔宗之人本以为在遮天蔽灵大阵下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覆灭青云剑宗，不料竟早已被人察觉破坏。若非血海真君使用了备用阵旗， 这遮天蔽灵大阵早已损坏，本想与魔宗决一死战的众位堂主，没想到他们竟还有留有后手。好在已向联盟发出了求救，炼化的时间也有两个时辰便成了10个时辰。而温剑也将希望寄托在了华青云手中，或许青云剑宗的转机就是华青云了。他是青云剑宗天赋异禀的小师妹，但今日竟然遭到了魔宗之人的袭击。而袭击他之人正是魔宗另一名紫府境九重高手孟风，此人更是凭借手中宝物震天玉罗以一人之力覆灭了一整个宗门。不知小师妹能否逃过此劫？就在刚刚，华青云使用符篆成功将江都王兰救出。 随后逃到了桃花源中心的安全之处。华师弟，你刚刚到底做了什么，竟能克制紫府境九重的魔修高手？华青云连忙解释，那些符篆都是宗主之前送他的保命符，没想到阴差阳错派上了用场，并将赵瑞就是魔宗奸袭一事告诉了两人。如今整个青云剑宗都被困在血迹大阵之中，他们还能再坚持10个时辰？在此期间，我们五个就是青云剑宗最后的希望。王兰这时忽然想到，按先前沈渊所说，还有一个魔修进入了桃花源，万一被小师妹他们遇到，就危险了呀。就在两人欲要寻找小师妹时，却被华青云拦下。 你们两人已是重伤之躯，别说救人了，怕是半路遇到一只妖兽就能把自己搭进去。你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恢复自身伤势和灵力。至于剑心师妹那边，沈渊说过另一个魔修实力远不如他，而华青云先前只倒过小师妹剑法，以阅剑心目前的实力足以应对。可江都还是有些担心，虽然剑心师妹天赋异禀，可万一沈渊与另一名魔修会合呢？华青云却一脸自信的表示，那沈渊已经被他们彻底激怒了，只会盯着他们不放，想必现在他应该已经破阵而出，四处寻找我们的位置了。果不其然，在历经两分半的暴力破阵后， 沈渊终于挣脱了华青云的阵法，此刻的沈渊气氛到了极点，他发誓一定要找到华青云，以报今日之仇。华青云也在这时拿出恢复灵力的疗伤丹药，让江都他们两个抓紧疗伤，等明日巳时一同去找剑心师妹会合，拯救青云剑宗。两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等到明日才出发呢？明明他们两个时辰就能恢复完毕啊，还不是因为华青云的人生准则是朝九晚五？现在已经到了他的下班时间了，华青云深知这次魔宗有备而来，必定留有后手。他虽然摧毁了阵旗，但也只能为宗门争取10个时辰。 10个时辰之后，大阵启动才是最适合突围的时间，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精蓄锐。另一边的月剑心和赵天禄正在对阵，月师妹，这段时间你的剑术又精进了不少啊。
那都是多亏了华师兄的帮助和指导。赵天禄对此严重质疑，从未出过一剑的华青云懂什么剑术呢？岳剑心一脸严肃：“你可以质疑我，但绝对不能质疑华师兄。”华师兄的剑术可比我厉害多了。谁知就在此时，不远处的山涧突然发生震动，岳剑心第一时间便察觉到了异样。就在此时，一阵音波攻击朝着两人袭来，顷刻间便将两人震飞数米之远。好在先前岳剑心及时提醒赵天禄捂住耳朵，不然恐怕要被这诡异音浪震聋了。就在两人用灵力修补伤势时，偷袭他们之人从虚空之中走了出来。 而此人正是另一名魔宗高手孟峰。吃了我这一招阴涛骇浪镜，还能站着？不愧是青云剑宗的天台弟子，两人也感受到了孟峰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而血海宗孟峰的凶名赵天禄早有耳闻，只因此人有一宝无名为震天玉罗，配合他的上古传承，可爆发出极为恐怖的音波攻击，更是凭借此物一人覆灭了一整个宗门。孟峰没有过多废话，拿出震天玉罗再次发出音波攻击。而此人也是极为难缠，毕竟境界差距太大，越是久战越是不利。这时岳剑心周身突然爆发出恐怖的气息，赵师兄。 我有一招或许能够重创此人。曾经被师兄指点的小师妹，现在到底有多恐怖？四级的全力一剑竟然 KO 了紫府境九重的魔宗高手，反观一直摸鱼摆烂的华青云，竟然将玄音唤出加班。只因赵睿竟解开了封印，在秘境中的上古神兽月舞。就在刚刚，小师妹与赵天禄遇到另一名魔宗高手追杀，为了替岳剑心争取时间，赵天禄不断进攻苦战。虽然他对剑道的领悟确实不凡，但终究无法对孟峰造成一点实质性的伤害。孟峰也没想到他竟能在震天玉罗下垂死挣扎一炷香的时间，可惜蝼蚁终究是蝼蚁。 最后还是难逃一死，谁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剑气竟将音波击退，孟峰脸色大变，他这才发现少了一人。多谢赵师兄替我拖延时间，接下来就试试我现在的最强一招。只见一把由灵力凝聚的巨大长剑向孟峰斩去，而这便是岳剑心在剑痕石板中领悟的剑招，名为青云剑绝陨心。孟峰大怒，他堂堂紫府境九重高手，今日居然被人连续挑衅，对他出手。于是动用手中的震天玉罗进行抵挡，两股强大的灵力不断碰撞相持不下。岳剑心紧闭双眼，神情平静。 他相信从华师兄剑痕石板中领悟的剑诀是不会令他失望的。当他睁开双眼的一刹那，刚才那股强大的剑意竟然分裂成无数把长剑，直接摧毁了孟峰的攻击，密密麻麻的剑意将其斩于苍穹。岳剑心也因刚才凝集灵力虚弱无比，若是没有华师兄的指点，只怕这次将会葬身于此了。当看到小师妹的剑意攻击，赵天禄十分震惊。残存剑气里竟蕴含着一股极致剑意，师妹的境界居然已经精进至此了。就算他拼尽全力，也不是对手啊。另一边的桃源处，一声虎吼响彻整个秘境，传闻上古之时。 有四尊神兽在东荒大陆肆虐，青云剑宗的祖师爷击败四神兽，将其收入乾坤山河图中封印。明月日龙月虎星雀辰午，而封印在桃花源南方的便是月虎。而赵睿进入秘境后，便解开了月虎的封印，并恳请月虎加入魔主大人麾下效力。可区区魔主怎能驱使上古神兽呢？就在月虎即将灭杀赵睿时，赵睿大喊道：“魔主大人允诺，若前辈愿意相助，魔宗便将魔妖灵域的下落告知前辈。”当得知魔宗竟知晓魔妖灵域的下落，月虎停下了他那巨大的虎爪。既然如此， 无便陪你走这一趟。与此同时，正在休息的华青云察觉到了刚才的异样，想必正如宗主所说，赵睿解封了神兽，虽然他很不愿意出手，但为了保住后半辈子能继续在宗门过着朝九晚五的安稳生活，他也只能出手了。在得到华青云的召唤，玄音当即出现，说好的出手呢？看来这是要把众人交给玄音了。果然想让他加班是不可能的，所以玄音，这次青云剑宗的危机就靠你了。放心，过后我会替你向温宗主要调休的。随后，华青云这个老六就将自己的部署悄悄告诉了玄音，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行动。 沈渊正在四处寻找华青云的踪迹，为了能尽快找到几人，一雪前耻，他不得已使出禁术进行搜寻。一想到华青云那自信的表情，他就恨不得将其狠狠踩在脚下，找了许久，终于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今夜就是你们的葬身之时。这师兄弟们口中的摸鱼王，即便面对魔门入侵，也要呼呼大睡。为了不让魔门之人打扰他睡觉，特意放出替身傀儡前来应战。就在刚刚，沈渊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华青云的藏身之地。只见他蓄力一拳，就对着下方的山涧轰去。可当烟雾散去，那山峰竟然纹丝不动。原来华青云事先早已在此处布置了符阵。就在这时，华青云的身影竟然出现，沈渊大喜，没想到华青云这小子还有点胆识，竟真敢现身。难道是准备下跪求饶了吗？谁料来人不是华青云本云，而是他的替身傀儡。这个
江都有些担忧，如今宗门和师妹都有危险，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难道真的像华师弟说的等到四十吗？王兰让他冷静，月师妹他们的情况我们不知晓，若是贸然放信号汇合，很可能会引来追兵，在这里恢复实力确实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在这时，地动山摇，很明显是沈园那魔修找上门来了。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华青云还是睡得这么香，这等星星他们真是自愧不如啊。只是再这样下去，山洞迟早会被沈园轰穿，可沈园子府境九重的实力，两人也不是对手啊。就算现在将华青云叫醒也毫无胜算。王兰决定智取方有一线生机，他曾听长老们提过，血迹大阵最合适击破的时机就是阵起的那一瞬间，血迹大阵还有十个时辰启动，明日四时就是大阵启动宗门最后突围的时刻，也是我们冲出山河图反击魔宗的最好时机，所以不必叫醒华师弟。于是两人小声嘀咕办法，而两人的计策华青云也是听得一清二楚，计划倒是不错，就是有些太冒险了。另一边，月剑星和赵天禄这边同样在恢复灵力。就在这时，月剑星忽然感觉有一股气息正在朝着这边赶来，竟能悄无声息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此人实力高深莫测，而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玄鹰小可爱。月剑心没想到竟然是华师兄的灵兽，身后的赵天禄却傻傻的看不见，除非玄鹰主动示人，否则外人无法窥视到其真正容颜。随后玄鹰便把华青云的投影放给了月剑心，华青云表示宗门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际，拯救青云剑宗就靠你，并将桃花源中封印着上古四大神兽告诉了他，每一头神兽都拥有恐怖的修为，肉身之力更是能力拔山河。赵瑞那个叛徒已经放出了月虎，意图帮助魔宗作恶，唯有现在去解开星雀的封印才能与之抗衡。小师妹不解，同为神兽，星雀为什么会帮助我们对抗月虎呢？原来星雀曾与青云剑宗的祖师青帝定下契约，在宗门危机存亡之际，星雀会出手三次，他就是宗主留给我们的秘密帮手。随后便将星雀封印所在地告诉了小师妹。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出发。此时华青云的替身傀儡正在和沈园大战，最终沈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将替身轰碎。虽然这些符咒很残忍，不过现在所有保护符都已被打碎，接下来就是那座山洞中的符阵了。就在沈园欲要动手时，两道身影忽然从里面飞了出来，来人正是王兰、江都两位天骄。沈园一脸不爽，觉得两人是逃不掉才主动前来送死的。两人当即对视了一眼，下一秒王兰竟表示他二人瞻仰魔宗强大，决定弃暗投明加入沈园麾下。沈园嘴角不由抽动，认为对方将他当成了傻子。几个时辰前你们两个宁死不屈，现在竟然要加入魔宗，你们以为我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那个林公敬的小子怕是此刻正埋伏在某处，打算趁机偷袭呢吧？谁料两人竟将熟睡的华青云捆绑线上以表诚意。沈园不但没有一丝喜悦，反倒后退了几步。这时江都又飙起了演技，表示我等修炼不过是为了长生得道，白白为宗门送死实在不甘。既然青云剑宗已经覆灭，我等愿意跟随大人加入魔宗。但沈园还是不信，为了让他俩证明诚意，于是朝着下方试探性的拍了一掌。岂料华青云这时忽然打了声哈欠，吓得沈园将那一掌给拍歪了。为了防止有诈，沈园决定将华青云带出去交给血海真君处置。为了能够更好控制两人，于是沈园给他们打下了魔宗禁制，并警告他们若是搞鬼，他一念之间便能取走其性命。随后便让江都他们带着华青云跟他走。另一边，月剑心已经来到封印所在地，只见他将手放在了一棵树上，下一秒那棵大树竟然活了。树灵劝告月剑心止步于此，他作为树灵守护此地已久，封印若开后果不堪设想。月剑心表示打开封印实属无奈，青云剑宗实在需要星雀前辈的帮助，月剑心也只能强行破开封印。只见树上的绿叶瞬间化为灰烬，上古神兽星雀随之浮现，而这强大的威压瞬间将小师妹压得喘不过气来，吓得赵天禄更是浑身发抖，连忙后退。月剑心将魔宗入侵叛徒赵瑞放出月虎仪式告诉了星雀，如今山河图内外众多青云剑宗弟子都陷入了危机，希望星雀出手对抗月虎。星雀表示虽然答应过能出手三次，但不是救这些宗门弟子的性命。月剑心一脸愤怒，质问星雀可是要反悔，四大神兽之所以被封印在这山河图中，只因当年人族弱小蜷缩于大陆各个角落。就在所有人族绝望之际，却有一人感悟天地大道，开辟了修炼之法，踏上了修行之路。那位天才临战突破，踏入登仙境，一人收服了四大神兽，自此之后人族彻底崛起，成为了苍元界的主宰。而那个人就是青云剑宗的祖师青帝。难道前辈还在记恨青帝封印之仇吗？还是说前辈被封印太久不敢再出手了？月剑心压制着心中的不满，转身就要离开，他要去阻止赵瑞和月武。纵使星雀前辈坐视不理，纵使青云剑宗只剩他一人，他也会奋战到底，绝不退缩。星雀也被月剑心的骨气感到钦佩，决定出手一次阻止月武。没过多久，月剑心带领的星雀便和赵瑞带领的月武碰上了，神兽大战也在此时一触即发。是宗门真传弟子里的吊车尾，池泽却是修仙强者第一人，就连四大神兽都是他曾经的灵宠。为了能保住他朝九晚五的摸鱼生活，他决定就算暴露一点点实力，也要把事情摆平。当两大神兽碰面，月虎率先询问星雀是否是来助他一臂之力的，可却遭到星雀的无情打击。他们当年认青帝为主，如今你月虎竟与魔族合谋叛主，他星雀当然要阻止月虎。月虎很是愤恨，当年他们实力渺小，可如今青帝早已飞升，他妖族自然要从这乱世之中崛起，何必屈居人族之下呢？星雀见他如此冥顽不灵，也不再废话，两大神兽各自摆好架势开战。神兽的战斗当真恐怖如斯，仅仅只是战斗余波就有如此威势。月剑心见状连忙让玄鹰先回去找华青云，他则打算独自对战赵瑞。魔宫大成
城的赵瑞当即放下狠话，他要亲手斩了青云剑宗最强天骄。赵天禄很是不爽，就他这剑法还想和小师妹对战。紧接着便是一道剑气朝赵瑞斩去，赵瑞则是不慌不忙拿出一枚丹药服下，周身随即爆发出恐怖的威压。面对袭来的剑气，他只用了两根手指就将其挡下。赵天禄心中无比震惊，无论他如何催动灵力，竟都无法挣脱那两根手指的束缚。随后赵瑞也开始出手了，仅仅一掌便将赵天禄从空中击落，好在被月剑心接下并开启防御灵罩，这才令两人逃过一劫。就连月剑心都感受到刚才那道攻击的恐怖。赵瑞这家伙之所以突然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大概是那枚透支生命力的丹药。月剑心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背叛青云剑宗投奔魔宗，甚至还宁愿燃烧寿元残害同门。曾经的赵瑞努力修炼却始终默默无闻，内心的不满和愤恨让他嫉妒月剑心这些天骄，为此他不惜加入魔宗成为他们的傀儡。在赵瑞疯狂的攻击下，两人也有些招架不住了，就连星雀也一不小心被月虎击落倒地。小师妹一脸担忧，连忙上前查看星雀的伤势，好在星雀并无大碍，只是一时大意才被月虎伤到。此时的小师妹心情无比低落，如今他们与赵瑞的实力差距太大，继续这样下去星雀怕是也坚持不了多久。现在到底要怎么办才能摆脱困局呢？玄音这边及时赶回找到了华青云，并将小师妹陷入苦战的事情告诉了他。好在华青云早有后手，开启了应急预案，那就是先前他送给小师妹的剑符。当华青云的虚影出现在小师妹的面前，小师妹极为震惊，华师兄怎么会在这？其实这是他为了保护小师妹预留的一道残影，接下来华青云便要教他一招打败赵瑞的剑法。小师妹满眼崇拜地看着华青云，终于能学到师兄的绝世剑法了。旁边的星雀看到华青云的残影，不知为何有种熟悉的感觉，为何此人这么像青帝呢？而赵瑞这边再度发起攻击，可就在这时一道恐怖的剑气将其挡下。赵瑞满脸震惊，月剑心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了？只见小师妹手上的长剑不断散发着恐怖的剑气，这难道就是小师妹新领悟出的剑法吗？而小师妹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领悟如此强的剑招，当然是因为华青云的指点了。月剑心蓄力一剑使出新的剑法引战八方，只见无数剑气朝着赵瑞袭去，赵瑞拼命抵挡终是徒劳，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月剑心怎么突然这么强了，于是连忙求助身后的月虎出手相助，谁料月虎竟直接无视他，转身就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却被星雀拦下，让他等等再走。赵瑞也因情绪爆发露出破绽，月剑心找准时机再次斩出一剑，将赵瑞这个跳梁小丑打成了重伤。虽然被月剑心打败，但赵瑞依旧不断狂吠。就在这时，虚空不断散发着阵阵魔气，赵瑞瞬间狂喜，一定是魔宗大人来了。果不其然，正是沈园带着江都他们来到了此地。月剑心一脸惊讶，江都和王兰两位师兄怎么会和魔宗之人在一起？还有华师兄为什么被绑着？赵瑞本以为月剑心他们的死期已到，殊不知小丑竟是他自己。虽然赵瑞在沈园眼里是个废物，但多亏他发的信号才能令他将青云剑宗的人一网打尽。不过废物始终就是废物，就这实力也配追随那位大人？这时沈园让江都和王兰下去将小师妹他们杀了，就当是加入魔宗的投名状，要是他们不出手的话，他便发动禁制直接将他俩灭杀于此。无奈的江都一把将华青云扔到了地上，随后两人便来到月剑心的面前打算出手。就在两人欲要出手之际，突然调转枪头，原来两人深知硬碰硬打不过沈园，所以假意反水，纵使他们自爆也要重伤沈园，但两人的攻击还是被沈园轻松躲过，并催动先前在他们体内禁制，打算就此将其抹杀。好在月剑心及时出现将两位师兄救下，但终不过是皮肤撼树，紧接着沈园的攻击接踵而至，而小师妹也因刚才的战斗灵力损耗巨大被沈园重伤。另一边血祭大阵马上就要启动，血海真君劝他们还是不要做无谓的抵抗，待大阵启动，纵使他们有登仙境的实力也无法逃脱。看着即将启动的血祭大阵，谷雨一脸忧伤，若是突围不成，他青云剑宗的所有弟子都将被炼化成血魂珠，如今只有背水一战。温剑下令四师反攻，这也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而四师已到，华青云终于醒了，为了保护他这朝九晚五的生活不被破坏，他只能戴上神秘面具隐藏身份，就算今日暴露一点点实力，他也要把这事摆平。传说中的青帝竟然霸气现身，仅仅一指便碾压魔宗高手，就连两大神兽都心甘情愿供他驱使，更是手持雷剑吓退魔宗强者。就在小师妹遭遇生死危机之际，一道突如其来的剑气将沈园轰飞数米，小师妹一脸惊讶，好强的剑气，到底是谁出手相助？江都也在第一时间认出这是他青云剑宗的招式，猜测可能是宗门的隐士大佬。只见一名戴着面具的男子出现在沈园面前，而此人正是一直在摸鱼的华青云。华青云不屑一顾地告诉沈园，这场战斗很快就会结束的。小师妹不解，为何此人的一言一行这么像华师兄呢？被暴揍的沈园还在不断狂吠，猜测刚才那一击定是用了什么秘宝。此刻的沈园在华青云面前就是跳梁小丑，只见他轻轻抬起手指，一股霸道的剑气便凝结在了指尖。同样沈园也不甘示弱，使出全力一击朝着华青云轰去，但却被华青云的剑气轻松斩散，而他也被碾压在地。他想不明白，明明刚到紫府境为何有如此恐怖的力量，殊不知在绝对实力面前，境界区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沈园打算自爆和华青云同归于尽，可华青云却丝毫没有要退的意思。只见他再次使用基础剑士，一击便将沈园轰得连渣都不剩，众人一脸难以置信，仅用基础剑法就一击灭杀了紫府九重高手。王兰也在这时觉得此人像极了青云剑宗开宗始祖青帝，而华青云刚才的出手害得他差点又突破境界。原来他每次一出手便会控制不住的提升，刚来这里的时候经验尚浅，竟然一不小心就到了不得不自我封印境界的地步。要知道一旦破境便会引来天雷，在此界
渡劫而死的人不在少数，而且若是暴露实力，他的工作量和境界就会直线上升。他可不想像前世那样活活累死。刚才的气息也令两大神兽感到熟悉，这感觉竟是青帝。可他们不明白，明明青帝早已飞升离开了人间，但这股气息错不了。如今青帝现身，他们自当追随，随后来到华青云的面前，纷纷参拜。这也更加让江都他们确定面前之人就是青帝，于是恳请华青云出手解救青云剑宗，可却被华青云拒绝，只因已经有人前来相帮了。秘境外，温剑正带领青云剑宗所有人殊死一搏，可当攻击落在大阵上却毫无损坏，反而被弹了回来，被自己的攻击打伤。虽然华青云的个人实力很强，但人家也只是个小小青传弟子，在宗门生死存亡之际能挽救危亡的从来就不是他，而是全宗上下所有人。就在血海真君以为胜券在握时，天空上方竟突然降下一道道恐怖的攻击，大阵也在刚才的攻击下支离破碎，最终消散。原来是修士联盟各宗宗主前来帮忙，太虚宗宗主一声令下，各宗宗主出手与魔宗决一死战。紫灵宗宗主紫萱道人率先出手，一剑便秒杀诸多魔宗高手。云星宗宗主云玉轩同样紧随其后，就这样魔宗一时间陷入了被动。就在各宗联手要将这些魔宗余孽击杀时，血海真君双手合十使用秘法，只见一尊巨大的红色血魔出现在众人眼前，轻松就将攻击化解并击退了几人。他们也没想到血海真君竟然能使用魔神之力，就在他打算将其一网打尽献祭魔主时，天空上方居然落下花瓣，原来是华青云带领两大神兽前来支援。当温剑看到两大神兽相助，瞬间喜笑颜开，而他也注意到神兽旁边的那道身影。这时一名长老分析起来，此人周身散发的强大剑气，身旁还有神兽保护，如此尊贵身份的象征只有一人，那就是青云剑宗的始祖青帝。魔宗之人闻言瞬间一脸惊讶，是真是假一试便知，于是动用神魔之力对华青云出手。华青云则不慌不忙命令神兽反击，当如此恐怖攻击被抵消时，血海真君真的怕了，没想到竟真的是上古神兽，你究竟是什么人？只见华青云周身散发着一股股恐怖的剑气，并将其凝聚成一把雷剑，今日犯我青云剑宗者杀无赦。如此恐怖的威压还能以气化剑，如果不是青帝，谁还能有如此逆天神通？吓得血海真君几人连忙撕裂虚空遁走。自此青云剑宗战役就此结束，华青云也在这时松了一口气，好在青帝这个名头够响，把他们吓走了，不然对上这么浓厚的魔神之力，他现在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与此同时，一直在观察这场大战的魔宗强者无比气愤，青帝早已飞升离开人界，他怎么会出现在青云剑宗呢？这时另一人出现表示，只有一个理由，那个青帝是假的，是宗门的内卷之王，可却喜欢上了每天摸鱼偷懒的废柴师兄。当内卷之王和摸鱼师兄相遇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样的火花呢？接下来就请进入小师妹月见新的一天吧。清晨刚刚亮，小师妹便起床开始梳洗打扮，女生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美美哒。随后便是一日之计在于晨，开启一天的修炼之旅。此刻的青云剑宗练武场空无一人，不出意外还是小师妹第一个前来。每天挥剑5000下是她的热身开始，其中每一道剑气都是她努力的成果。等到辰时热身完毕后，接下来就是去领取今天的任务。而小师妹的威名早已传遍了整个宗门，打败赵天禄的新晋大弟子，年轻一代的翘楚月剑心。小师妹不仅实力无敌，就连书法写的都如此好看，不愧是全能小师妹，文武双全啊。很快小师妹便来到了流云堂领取了任务，就连师尊都很是佩服小师妹的毅力，天刚亮就来领任务，比他那每天睡到自然醒的徒儿不知道努力多少倍啊。随后小师妹来到后山解决掉了野猪妖作乱，做完这一切后，时间来到了上午，等到了正午便是要来山下集市采买，宗主的灵茶是必不可少的，但真正能令小师妹心动的就只有糖葫芦。虽然修仙之人应当清心禁欲，抵制美食的诱惑，但偶尔享受生活也是修炼的一部分。小师妹刚想买串糖葫芦，就遇到了抓小偷的场景。正所谓见义勇为，惩奸除恶是当下好青年的象征，大娘为了报答小师妹更是打算帮其介绍个对象，可小师妹早已心有所属了，茶叶不仅帮宗主买了，还多给宗主带了两包茶种。做完这些任务的小师妹一脸开心的回来交付任务令牌，正在偷偷写小说的师尊一脸尴尬，他没想到月剑心这么快就回来了，还好没被他发现自己另一重身份。到了下午，小师妹来到茶田，而华青云也在申时才起来工作，帮助宗主种植灵茶就是他的任务。宗主没想到华青云对灵茶的栽培和品鉴竟有着如此造诣，比他这个爱茶如命的宗主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华青云则是一脸傲娇，没办法，对于这种种田生活他敢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但宗主还是对华青云这一年的真传排名有些失望，虽然茶艺突飞猛进，可排名已经垫底了，于是提议等小师妹来后让她指导华青云修炼。华青云闻言直接跑路，她可不想内卷，内卷有什么好的，摸鱼平躺她不香吗？当两人擦肩而过，一种莫名的感觉涌上心头，两人的缘分也在这时被月老牵到了一起。这就是那个每天浑水摸鱼的华师兄吗？虽然修为不高，但人真的很帅。当他看到华青云在地面写的珍珠奶茶四个大字，瞬间来了兴趣，珍珠奶茶是什么茶呀？但很快便清醒过来，将那四个大字给摸平了。躲在树上的华青云一脸懵逼，都下午了，怎么还有人在卷呢？本想和小猫咪玩一会，但想到还有3000下剑没挥后，只能继续修炼。到了晚上的月剑心也没有松懈，而是继续温习剑谱，就连睡觉都在冥想。果然宗门卷王的名号不是白来的。
师尊，您在仔细看一眼，是不是武？吴宇拿出名单，第一个就是他。华清云的名字，华清云一脸懵逼。师妹，你这是干嘛呀？小师妹一言不发继续出手。华清云大概明白小师妹这么做是想让他在情急之下露出破绽，殊不知出手试探之人，后面还有两个。华清云人直接麻了，不是吧？准备的这么齐全？华清云见状直接以退为进，将小师妹一把搂进怀里，就在这时，江都和王兰两位师兄来了。小师妹表示此番叫他们过来是有事相求。另一边的华清云正在树下悠闲地看着小说，谁料小师妹忽然对他出手。华清云一脸懵逼，师妹你这是干嘛呀？小师妹一言不发继续出手。华清云大概明白小师妹这么做是想让他在情急之下露出破绽，殊不知出手试探之人，后面还有两个。华清云人直接麻了，不是吧？准备的这么齐全？华清云见状直接以退为进，将小师妹
兄能多看自己一眼，小师妹还特意换了新衣服。当华青云他们前往参加天骄盛会后，仙宗联盟突发紧急会议，似乎与这次魔宗入侵有关。仙宗联盟秘境内，各大宗门宗主齐聚一堂，而今日商讨之事正与青云剑宗有关。原来那日温剑发来仙宗联盟的求救，其实差点就被魔宗奸细拦截，随后便将回溯的影像放了出来。影像中一名弟子十万火急拿着传音御剑，青云剑宗遇袭急需联盟救援。这时一名身穿黑衣斗篷的男子拦住了他，还没等那弟子反应过来，便被其出手秒杀。好在几大宗门及时出现，温剑大惊，他没想到魔宗势力竟已渗透得如此之深，若非那日风长老碰巧遇见，这弟子可就不明不白的死了，青云剑宗也将岌岌可危。只可惜无法通过搜魂术追踪那人的样貌，但他们猜想此人多半是宗门高层人物，也就是说这内鬼很有可能就在我们之中。如今魔宗复苏攻击宗门，这个内鬼很可能还混迹在某个宗门的高层内。如今参加天骄盛会的各宗弟子均已出发，一定小心队伍中不要混入魔宗奸细。此番天骄盛会事关
师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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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
其中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人偶之内竟然记载着失传已久的长恨剑诀。就在华青云发现有人跟踪时，连忙将小师妹拉到了一旁。而那两名鬼鬼祟祟之人为了不打草惊蛇，打算等他们出城之后再动手。而华青云也打算将计就计，于是继续和小师妹逛街，等一会再收拾他们。就在两人开开心心的逛街时，不远处传来一阵吵闹声。只见一名男子正在怒斥一老人敢拿着垃圾来宝圣堂行骗，真是不知死活。阿婆颤抖着身躯哭着解释，他手中这件传家之物是他祖宗遇到的仙人留下来的，若不是他女儿病重急需要钱去医治，他是万万不可能将宝物变卖的，你怎么能说是垃圾呢？小师妹见状第一时间将阿婆搀扶起来，不买就不买，你怎么还欺负他一个老人家呢？男子却表示天骄盛会将近，城里最近多了很多修整古籍的参赛弟子，谁知道他是不是魔宗奸细，故意用假货害人，整个望都城除了你这种容易被骗的小姑娘，怕是没人会买这种垃圾了。可华青云却仔细打量起这件人偶，很快便发现了其中玄奥，于是反问男子，要是有人买你当如何？男子自信满满夸下海口，这种垃圾要是有人买，他马上砸了宝盛堂的招牌。华青云见状连忙询问阿婆这宝贝怎么卖，阿婆激动不已，只要华青云愿意多少银子都行。华青云拿出一瓶丹药和一锭银子买下了这件宝贝，而这些吃瓜群众一眼就认出了丹药上青云剑宗的标志，这可是仙家灵丹啊。阿婆连忙道谢，她女儿终于有救了。小师妹也更加迷恋眼前的华青云了，华师兄真的是太暖了呀。而华青云这边叫住了要开溜的男子，老板，你这招牌打算怎么砸呢？小师妹不解为什么师兄要帮助那个阿婆，华青云解释，当然是他独具慧眼发现他手里的宝贝是件好东西了。小师妹深知师兄将那么珍贵的丹药给了他，是因为华青云心地善良，两人就这样有说有笑在街上嬉闹。随后华青云拿出那件人偶送给了小师妹，可即便小师妹使用铜树探查也只是个普通的人偶，华青云表示这的确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剑意傀儡，只需将自己的剑意注入其中，里面玄奥的剑法就会在脑海中显现。果不其然，当小师妹将剑意注入后，脑海中便浮现出一部玄妙的剑法，而此剑诀正是失传已久的长恨剑诀。但最厉害的还是华师兄，只一眼就看透了这人偶的奥秘。华青云提议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出城解决掉身后的尾巴。很快华青云他们就来到森林深处，那两名魔宗之人也在此时出现，并让华青云将宝贝和女人留下，这样还能饶他一命。华青云直接丢掉包裹溜之大吉，而接下来的战斗自然是由小师妹出手解决了。只见小师妹一招一个魔宗小垃圾，两招直接送他们两个归了西。只是这套剑法太过深奥，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将其完全掌握。可在华青云眼中，小师妹与剑法融合的很完美，只是刚刚起步不够熟练罢了。以小师妹的天资，假以时日定能完全领悟。小师妹目光灼灼地看着上方的华青云，华师兄真的好强，我们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呢？华青云一脸得意，他没想到这次运气逆天，白白捡到这种绝世剑招，这下三个月的超长假期师妹一定会选我了。萌可爱的小师妹竟要偷吻熟睡中的师兄，谁料下一秒师兄忽然醒了过来，小师妹面红耳赤，两人四目相对，场面也一度陷入尴尬。回去后的华青云将剑意傀儡中隐藏的一抹灵力换了出来，华青云猜想这地图应该是有人刻意将其藏在剑意傀儡之内的，难道是那个仙人吗？于是问身旁的玄音认识这个地方吗？玄音摇了摇头，也不认识。华青云想了想，还是算了吧，这些阴谋诡计他也不感兴趣，休息才是人生的头等大事。谁料他刚刚躺下，屋外就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来人正是江都王兰两位好兄弟，原来他俩是特意来感谢华青云在上
山河途中出手相助，之前一直没来得及道谢，所以今夜特意想要当面感谢华青云打断了两人让其早些回去。他要休息了。其实两人今夜来访还有一事，自从那次魔宗入侵，他二人意识到自己修为浅薄，所以在天骄盛会之前想要请华青云指点一些符篆之术。而华青云以后有任何不愿意做的任务，都可以交给他们两个。华青云闻言直接从榻上闪现，来到屋外，任何任务都可以吗？两人连忙点头回应。于是火速回去将符篆之术整理在册交给了他二人。这是我外出历练时在一处古遗迹中随手捡到的。 其实这是紫魔手里最好的灵符典籍了。这下应该足够打发他们了。当两人看到典籍中的内容瞬间震惊到了，他们没想到这灵符制作竟然不需要材料，而是凭空绘制出来。要知道符篆意图乃非常之道，夺天地之造化，青玉月之玄机，符篆成了之后，鬼神难容，谁料华青云听到其中玄奥身体灵力竟不断涌出，似乎又要突破，于是赶忙关上屋门，并丢出了一枚符篆，说是给他们的宝剑。看到突如其来的符篆，两人瞬间慌了。如此威力的符篆，江都和王兰连忙联手抵御，华青云也在这时大喊一声，宝剑也在空中炸裂开来。 两人也被这场面惊掉了下来。华青云没想到这宝剑只是无意间听到两句，竟然差一点就参悟符之大道。紫魔一脸幸灾乐祸，那还不是你自己天赋异禀，这可怪不了我。江都和王兰此时也是满脸崇拜的看着华青云，华师弟随手绘制的灵符竟然都有这般威力，明明对于符篆之道有如此天资，却慷慨的将通天宝剑赠予我等，还无私的不肯听这宝剑的内容。华青云尴尬一笑，师弟我天资有限，这就是我全力绘制的灵符，果然还是不够成熟啊，以后符篆之道的兴旺就靠你们了，我有些不舒服，就先睡了。华师弟难道是病了吗？ 好在他此次压制住了突破，这次天骄盛会，希望能找到度过天劫的办法。随后便回到床上呼呼大睡。当华青云睡着后，小师妹也深夜来访，原来她从江都口中得知师兄病，担心师兄近况的她直接推门而进，看到躺在床上的华青云小师妹一脸忧伤。华师兄怎么如此虚弱，而且叫了半天都没有反应？难道是之前在桃花源中受了内伤？其实是华青云睡得太熟了，且刚用符印压制了修为的缘故，小师妹本想用灵力给华青云疗伤，可普通度灵力的方式现在根本不合适。眼下就只有那一个办法了。当小师妹凑近想要偷稳度灵力之时，华青云忽然睁开了双眼。师妹，你这是在干什么呀？